第廿七路跑活动正式开始进行。国宝级的舞蹈家林世文老师特别根据册子编舞，安排演出一场精彩蝙蝠族招标活动，借着展现在地文化的创意，为路跑来做开场。由南乐馆青埔丁单位举办国内首创的夜市路跑活动，特别邀请路跑的选手林奕杰做回来为选手加油鼓励。在享受路跑的时阵，也体验南投在地美食和观光文化。我的工作其实事实上就是在推广运动。那我觉得南投这个地方，由于是我们包老师在村，是一个很大的、很好的环境，它象征的民族的融合。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在地的文化，就是夜市。那这些美食也为我们都把它融入进来。这些年轻人的好好多哦，哎，同时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发展啊，同时也带来我们的商机哦。所以夜市啊，像这种活动的哦，我们都鼓励啊。都来举办比赛，分组十五公里挑战组和六公里的休闲组，吸引大约3000多位选手，最感受这无同款的路跑。好，这里人很多啊，这边我觉得蛮不错，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可以观赏，还有一些活动。诶，不会像那个太阳那么炽热，那种感觉，感觉很舒服。在主办单位的用心规划之下，将观光休闲和夜市文化结合做展现，得到真侪选手的肯定，会使讲是真无同款的体验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